手术是无菌的地方，你们不能进去。咱不让进就是不让进，放什么屁也没用。那个凭就凭，凭什么？就凭你浑身上下都是细菌，臭气熏天的。哼，细还菌，我怎么就看不见？ 我怎么说你呢？真是拿你没办法。本来就是。蓝猫小姐，一会儿咱们的人就来救咱们的吧。 道格拉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很多遍了。我是心里着急啊。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好饭不怕晚”。好饭不怕晚。好饭不怕晚。 姐，你有什么事儿啊？我想你的脸了。你才想个想我的脸。我想你的脸，我得后悔半年呢。我就那么难干。哼，你以为呢？一个人不敢看，两个人得拿手榴弹呢。哼，你好。 你吼了吧唧的！你再给我废话，我抽你啊！嘘，你静。好饭不怕晚，好饭不怕晚。 江川中佐联系上了吗？联系到了。江川中佐，江川中佐，报告你现在的位置。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哟西，违建行动，现在开始。 队长，林队长，我们铁队长怎么没来啊？您问谁呢？这是你们游击队的事情，难道你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应该是让那三个姑娘给缠住了。你是说伊米亚他们？他们因为不能跟咱们一起行动啊，跟铁峰大吵大闹的。三个女人一台戏，铁峰这回可够呛了。那就让他们一块来嘛。一块来。 你说的轻巧，他们的马怎么办？万一暴露了目标，你负责啊？我的意思是，大家在一起，行了吧你，让鬼子给一锅端了。这铁峰作为游击队的一队之长，他不来总是不太好吧？没什么不好的，有我林涛在，这样我指挥起来更干脆。怎么了？你们俩？
怀疑我的指挥能力啊？哼，没有没有，我们怎么会怀疑你的指挥能力呢？别口不对心了，我看你们就是相信铁峰，不相信我。这行了行了，这大家都是朋友，不要说过头的话。哎，队长，这时间也不早了，咱们出发吧。急什么？我心里有数。咱们林队长啊，就这脾气，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怎么会呢？哎，你说你们铁队长真是被那三个姑娘缠住而掉队的吗？这事儿我也没想透。哎，姐，姐夫，我想，你想想个屁呀！我不想屁，我想想要，想要，想要什么？我想搞个搞。你还想搞？想搞什么？搞点药来抹抹脸行，这行不行？就你这脸都两颗手榴弹了，还抹什么药啊？这样，你去不？不，哪儿都不，可不去。怎么着？你想违抗命令啊？想军法从事啊？你少吓唬我！吓唬你？好，我这就报告古野师团长，让你尝尝冷飕飕、热乎乎的滋味。哎，别，姐，贾波，别，那就赶紧去，带上人，守住大门口，任何人不许放进来。就个事。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莫小姐，你说的那个好饭怎么还没来呀？我们进去。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师团特勤队，我们奉古野师团长的命令，来替这两个人前去受审。特勤队，敌人。让我们进去。哎，不行。怎么不行？我奉侯副总指挥的命令，外人不得入内。放开！
开枪，别开枪啊！你就是侯德彪，德彪，在下侯德彪。太君，您这是有何贵干呢？我们奉古野师团长的命令，来带那两个人前去受审。提人？怎么？这你也不让我们进去？那哪能呢？什么能挡住大日本红军的皮靴呢？快快带我们去提人！嗨，怎么还不走啊？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要不你去问问。我啊，找挨骂呀！总这么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会贻误战机的。反正我是不敢去。那就再等会儿吧。谢谢侯副总指挥的全力配合，应该的，应该的。开路。太君慢走，太君慢走啊！慢走，太君。妈妈的，你是骂他呢还是骂我呢？我当个当当啊！又敲钟，真他妈晦气！你这是丧钟啊！个打人不，个不打脸。你看，看什么？那老伤没那个没好，又添新，那真伤。经理。你要干什么？请二位借一步说话。你到底要说什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国防部二处联络员王英杰，我奉黑虎队长林涛的指示，把你们从日寇的手中救了出来。从现在开始，你们自由了。谢谢。自由万岁！林队长他们在将军山接应我们，不过我还有个想法，不知二位是否能同意？你说。林队长告诉我说，道格拉斯先生带来了一本至关重要的密码，如果能一同取回去，那就再好不过了。我军在松山的大反攻就等着这本密码呢，有了它，我们就能和盟军的飞机联络上，将炸弹准确无误的投放在松山日寇守军的头上。好，太好了，我只有把密码本送到，我的任务也就蒙上了。那现在密码本藏在哪里？我把它藏在宝光寺，一个人好在你找不到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就去宝光寺。嗯， OK， Let's go， 去宝光寺出发。从这儿，我觉得这条路更快，然后再从这里走。好，
那我们就走这条。哎，这将军山应该走左边这条路啊。我在这儿恭候你们多时了。将军山？是啊，你看，怎么不去将军山了？怎么，你要改变行军路线？是。我们就从这里拐弯，取道苍龙峡，拐入云梦山，直奔红石崖日军前线指挥部。红石崖日军前线指挥部？ 自古交战，双方都是兵不厌诈。我只是使出了一个小小的声东击西、暗度陈仓、偷梁换柱的手段，就把古野和江川这两个人玩了个团团转。我一定要把日军前线指挥部就像铁锤砸西瓜那样砸个稀巴烂。涛，你不能这样。我怎么就不能这样啊？我们现在是有党有军合作，你对我们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你不能专科跋扈、擅自改变作战计划。 合作，尊重。难道你想当破坏统一战线的罪魁祸首吗？来人！哎，队长，算了，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话好好说嘛啊！我要不是冲着跟你们共产党合作和尊重，我早把你……怎么都不行？野队长不在，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你还不依不饶了？就我说了算。我们可以不听你的。 那你可以把你的人拉走，拉走就拉走。那破坏统一战线罪魁祸首的帽子，你算是戴上了。出了问题谁负责？我是一队之长，出了问题我全权负责。弟兄们，听我的命令，出发！ 真悲情，早不坏晚不坏，偏偏这个时候坏。你们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还不抓紧时间休？是。颠了半天了，二位也下来歇息吧。你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给你找点水。谢谢。不用谢，你是师父，我是徒弟。 今天上午，医院，小鸟飞出樊笼。侯副总指挥，特别在，把这个姑娘，还有那个美国人，马上送到医院，要好好的治疗治疗。嗨，他们的安全就交给你了，绝不许出现任何问题。 这个人是谁？他怎么知道我们游击队和黑虎的情况？还有，他们出城为什么那么顺利？古野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觉我们逃走？
这些事情太反常了，结论只有一个，他们是敌人，他们是冲着密码本而演出的一场闹剧。师父，你等急了吧，快快睡吧。谢谢。道格拉斯，你坐啊。有件事我不得不跟你说。你怎么这么严肃？难道出了什么事儿？是的，现在的情况非常的紧急。你听我说。报告总指挥，紧急情况。说。中国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突然下落不明，不知去向。你说什么？快去宝光寺！快去宝光寺！车修好了，咱们走吧。宝光寺到了，咱们快去找密码板吧。OK OK。师父，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进去取。千万要小心啊！放心吧。哎呀，快点吧。想想，让我想想，啊，在那个大殿。走，那就快去吧。是这儿吗？也许，大概可能吧。什么叫也许大概可能啊？啊，是在这里。等一等。找到啊！我记得是放在这里的，怎么没有了呢？你再好好想想，到底是不是放在这儿了？你们中国的庙长得都差不多，我辨认起来很困难。你，我说 你别催我好不好？你急，我比你更急。我的杨爷爷，我求求你，你要是找不到，我这回去你让我怎么交差啊？我记得我藏在哪里了。现在找不到，我有什么办法？你再说话头，我就把你给毙了！哈，你果然是假的。你怎么知道我是假的？真的不会拿枪这么盯着我。既然你知道我是假的，也已经晚了。出去！我要把你和那个娘们一块拉出去毙了！出去！把他们给我压在一起。快！我今天跟你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大日本皇军特工山田，我奉古野师团长的命令把你们带到这里。如果你们今天交出密码本，还有条活路；如果你们不交，死啦死啦的！到底交还是不交？瞄准！住手！请问你们是？瞎了，没看到江川总指挥在这儿吗？报告总指挥，山田武夫向你报道。不用报道了，密码本找到了吗？这个美国佬太狡猾了，他知道我们是装扮的，居然骗了我们半天。耍得好！什么？我们是中共龙路游击队。
来的可真是时候啊！师父，他们是？他们啊，都是我的妹妹。哎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吧？道格拉斯先生，这都是真的。不好，不能让他们跑了！交给我们了，陆永清风，上马。好。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可怕的是那只下落不明的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他们的锋芒所向，不知道谁要倒霉。他们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到底出什么事了？那只下落不明的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突然出现在红石岩前线指挥部，他们正在发起强攻。
的火力太猛了，我去杀了他。队长，掩护。摩西，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司团长，他们已经打到我们门口了，人民代表到达，我们就全部已死，全部已碎！不许动！不许动！不动！道格拉斯先生，这位就是铁队长。道格拉斯先生，你好。
这一切都是你那个一郎一箭四雕给闹的，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哥哥，这事儿你怎么能怨一郎呢？不怨他，怨谁？怨谁？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你把责任都推给一郎，这不公平。不公平？那我问你，我们的一切安排是不是都是他指点的？是。我们的一切步骤是不是都是按照他的指点所走的？也是。那为什么这一切都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哎，哥哥，这就是您的不是。什么？我的不是？我的不是？对，一郎潜入敌人内部，他的所作所为会受到很大限制。他给你提出来是建议，采不采纳完全是您。您作为一名指挥官，受到挫折，把所有责任推给下属。说实话，我的心很凉，我看不起你，非常非常的看不起。八哥，你不爱听我也要说，这哪是古野家族继承人所应该干出来的事情？什么？老同学，这一仗真的是把我打醒了，你的指挥才能真是我学习的楷模。Thank you.
并没有